我是小杨，你看我的身后就是这个桥上面，每天有三四十人在这里钓鱼，看到没？都是这里钓鱼的。啊，钓了个大鱼，钓了一个大的。我不能水了，不会水了吗？我快点来，快点来，来来来来。好，有鱼上了，有鱼上钩了。啊，你看，兄弟，有一个大鱼，有一条大鱼上钩了。那水里面一条鱼，两条，好像这个鱼竿也钓了一条。这是两条大的白鲢，好像是刚才有这个鱼钩的这个白鲢跑掉了，脱钩了。有点，这条白鲢比较大，它已经脱钩了。好，它又往那个网的又要往上来了啊！看一下这么大条鱼，看一下啊！啊，这条鱼。看看看看，哦，这个草鱼，有三斤多。哦，这不跟了，哦，个四斤块钱呀。对。六个。哦，十六块钱。三斤多一条草鱼。这个船他们哪个搞了？这个都是贵的。这两百里潜水的，弄啊。这几个是哪？这里条鱼竿也钓了一条鱼，好像已经脱钩了。有点，这条鱼比较大一点。哎呀，这边有很多人钓鱼的，这边也有，每天有二三十人在这个桥上面钓鱼，桥面上面。这条江里面的鱼比较多嘛。我看这个桶里面钓到鱼没？晚上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这钓鱼，中午的时候热嘛，中午就没有人钓鱼了。这边这条江里面的鱼比较多，这就是义乌江的鱼比较多。刚才一个人钓了一个草鱼，还有一个人钓了一只白鲢，有五六斤的白鲢，它已经脱钩了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见。